我到房间了，先来个 room tour 吧。我没有跟室友闹矛盾，是因为我们这次来的是两个女生，然后我订了标间，但是实际到了又是遇上团，所以房间满了。那我们就加了一个床，没关系，晚上谁睡小床都行。依旧是没有浴缸，洗手台和厕所是在一起的。极简风格的小水吧，但是有个冰箱，这点还蛮好的。我们来开箱一下迎宾水果，感觉好像是洗过的，留给小伙伴吃吧。这外面还有一个小花园，我也没想到我会再住 Holiday Inn，但是这次的感受其实还蛮不错的。重点是这里的地理位置很好。我的小伙伴们呢，正在传说中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玩着呢，我就先出去觅个神儿，顺便等等他们。南京这个天气啊，真的很可以，确实是有点热，我的妆都快撑不住了。嘿嘿，我回来了，啥也没吃就回来了。就你知道的嘛，有些人就是比较想要挑战一下，我是很想尝尝这一家的面。然后明明知道等的人很多，可以点外卖，也应该点外卖，但是就是想说外卖没有面，那就去店里试试看呗。去店里也可以打包嘛。结果店家说不能打包，如果距离太远的话，面就不好吃了。所以我还是领着饭回来了。我把小菜也打开了，等一下尝一尝。不过，以我现在就刚打开盖子闻到的来说，有点腥，试试吧。然后旁边挨着的就是这个网红炒饭，我本来没想吃它，但是排队嘛，反正等也是等了，就一起拿回来了。这家的话，去的时候倒是不用排队。我后面又订的一份外卖到了，这个鸡真的是好香，好香，好香，好香啊！我还特别搭配了一下他们家的饮料，一杯鸳鸯，一杯杨枝甘露，也是小伙伴推荐给我的。Morning，我们来吃早饭了。我就说嘛，洲际旗下的酒店就早餐啊、餐饮啊做的都还算是不错的。然后我也有给小伙伴安利洲际鸭血粉丝汤，第一次感受了自己加料的快乐。另外一件你想要稳的事情，就是你要靠着一个人去走，然后走得慢一点。如果你还想让它稳的话，就是这样子。我没有加手势，我也没有加云台，就是慢慢走。好像云台它的那个防抖动，它会自己调节，这样很好看。对。咱们济南现在的绿化也可以了，现在没看都有那种什么网红郁金香，没见过都见识。哦，那个网红郁金香，我那天看见了，然后接着第二天还是第三天，在网上我就看到有去打卡了。我第一反应是因为那个路我开到，我就想说，那个妹妹别压着你。对呀，我就说我有点担心。这个绿化我真的是爱了。慢点走。是樱桃吧？是樱桃，对吧？你看，我觉得像是樱桃。它的树和叶子就是樱桃。但问题是在这种市中心里面，有这种小伙子，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被鸟吃了，你看那个鸟啄的，哦，吃了一半。是，发现生活的美。好多人啊，感觉好像有点不妙。这个地方首先有1700年的历史。多好。
老板好，随身携带垃圾桶装满。垃圾桶将在这里投入垃圾桶内。来的嘛喽。那边就是明城墙，我们就不去了。我们来吃鸡鸣汤包了，它有好几家分店，我们就找了一家离我们比较近的。现在是12:30了，还在排队。南京博物院，是博物院哦。大牛牛。看上面的印，上面印的是啥图案？是射龙吗？皇帝的宝座。神态各异。我现在的眼睛为什么掉了？逛到一半累了，在长椅上坐一坐，等等小伙伴。你回来了。你脑门上就写了个五，你为啥不说五？那边也是四横，那边也是，那边是六横，那边六横，我以为你叫那边。行，我们走吧。误打误撞走到了这里。上来了，快乐星球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司机大哥当时跟我说，就是进去以后有一种穿越感。哎，车子怎么了？哎，那我就还在那儿。对，那上面有个 record， 而且上面在7、8、9、10，看到没？这个还挺好看的。是，我觉得这个挺有感觉的。
些楼上那些东西。我们逛累了，现在要回酒店休息一下，然后晚上再一起去吃好吃的。